可是爸爸想陪着你一起长大。还是我来吧，能力越大责任就越重了。正义的人类永远需要蜘蛛侠。见谅，我们下次改。崔振，你认识吗？啊，认识。我的确是 GLB 的，不过至于你说那个崔振，我不认识。什么人啊？你能跟我说说吗？可以啊，不过这也不是什么说话的地儿。哎，这样。咱们留个电话，改天我约你喝咖啡，好不好？我猜是这个手指。哦，答对喽！行，买。谢谢老公。我那有6000多的卡在你那儿吧？就拿那个，咱买一个4000-5000块钱，3000多的也行。入门级的，他只要是单反，你先练着。老公，那卡里没钱了，钱借给孙强了。我没借孙强，我借的。今天中午他在 QQ 上跟我留言，说他着急用钱。你说你们俩这么好的关系，我能不借吗？这小子借钱都是找我呀，不可能着急吧？他着急，现在也不敢招惹咱们呀，欠咱3000多的包呢。所以他找我借，不敢找你啊？不可能，就算这个他也不敢。喂，强，你别给人打电话，强。那个，你在 QQ 上说什么了？怎么又提 QQ 啊？我不是答应你跟你修了吗？你就别念叨了。说的是今天中午你在 QQ 上跟我老婆借钱的事儿。你借5000多块钱干嘛？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跟小婷借钱？我敢跟你们家借钱？我疯了吧我？再说了，我 QQ 前两天让风已经给我黑了，现在我自己都登不上去。老公，你说都是兄弟，找你借钱就借了呗，你干嘛给人打电话呀？老婆。你让骗子给黑了啊！那人不是孙强啊！5000多！啊，老公，对不起你。没事。那怎么办啊？
东东。有话就说，老婆。小婷在网上被人骗了。啊？哎呀，你说这小婷也太单纯了啊！这回好了，够大南他们家喝一壶的了。骗了多少钱啊？两万。两万？啊！不是，骗子太可恨了吧？怎么孕妇的钱都骗了？是啊。不过更可恨的是，这骗子拿我的 QQ 号骗的。老婆，这自从你上次把我的 QQ 的防火墙给破译了以后啊，我估计现在除了我以外，谁都可以上我的 QQ 号了。用你的 QQ 号骗的，那你把钱还给人家就行了。哎，凭什么我还？要还也得骗子还啊。不过你说现在骗子也是厉害哈，都是黑客级别的。现在这骗子都骗到网上去了，骗钱可恨，骗感情更可恨。这扯远了吧？这说点小婷的事儿呢，怎么办啊？那我给小婷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哎，别，你没准现在大南和小婷正吵架呢，你这不火上浇油吗？哎呀。行，老婆，你也别看书了，早点睡吧啊。哎呀，两万呐！头儿，哎，嫂，嫂，哎，头儿啊，您脸色不太好啊？没有啊，您是不是没睡好觉啊？你可得注意休息啊！睡眠不好，那对身体是特别有害的。你也注意保养皮肤啊！哦，谢谢头儿。头儿，以后这种稿子您还是交给我写吧，总这么熬夜，对身体太不好了。哎呀，这跟写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昨天晚上不是豆豆打沙发还打雷，我们家豆豆就没睡觉。再加上，我们家隔壁住了一神经病。神经病？大半夜听摇滚乐，你受得了吗？主管让你去一趟，说是有个客户让你见一见。王珊珊，你也去啊。走吧，对不住啊。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，啊，做进出口贸易的，现在准备拓展业务。我听说啊，有几家银行已经开始活动了，同志们。如果我们能拿下，今年我们就可以歇年假了啊！珊珊，配合崔振，加油啊！好，梁主管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拿下。他说的啊，不想歇年假就早说啊！老公，都怪我，我实在是太大意了，我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我以后不上 QQ 了，我再也不上 QQ 了，还不行吗？责任不全在你，主要责任在孙强。不是他的 QQ， 你会给他掏5000？还有方天晴，非逗着你买那个破包，他们两口子现在欠我8000多。这事儿真的赖不着人家建京，那包是我自己要买的，就更赖不着孙强了，关他什么事儿啊？怪我，怪我，都怪我！跟孙强要债是门学问。你要干嘛？你跟他要什么账啊？你别给人打电话，你干嘛呀？孙强来电话。孙强，你还真接呀？孙强，喂，强强，哎，胖子，晚上见个面呗。QQ 的事真跟我没关系，冯晶晶把我QQ给黑了。咱俩见面聊。干嘛呀？怎
么着？还想讹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今儿晚上不一定有时间啊。没事，那你就先忙，我去你们家等你。我跟冯晶晶聊聊天呗，好久没跟冯晶晶聊天了。晚上七点，学校旁边小饭馆。真乖，晚上见。你干嘛去？人都说没时间了，你别去跟人要这钱。这不要钱。那你干嘛去啊？我去跟强谈谈人生。主管，又尿了。珊珊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晚上七点，地址已经查好给对方了，代驾电话也要了，礼品也准备好了。咱们六点出发，十五分钟后地库见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骂了我一万遍了，所以您就不用亲口再骂一遍了。辛苦，走吧。小婷在网上被骗这件事情，我深表遗憾，但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的 QQ 号被犯罪分子利用了，再说是冯晶晶先破解了我的 QQ 密码，才造成这样的后果。你要找，你去找冯晶晶说理去。如果能说过她，算你本事。我没本事，但你真的让我跟冯晶晶谈的话，那我现在就给她打个电话。哎，行行，打什么打？看你急的，遇到点事就这么急，着什么急啊？咱先喝点水，慢慢说。老板，给我一大壶免费的白水。好吧，这顿我请，先给你拜拜壶。老板，来壶菊花茶。老板，换成最贵的普洱。希望他们不跟我抢陈总您这么好的客户，说我坏话就行。怎么会呢？陈总，听说您正在跟法国客户谈生意。是的，我们珊珊就是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。是吗？哦，那你的法语一定不错啊。如果您需要什么帮忙，就尽管告诉我。梁小平把你们这个俊男靓女推出来，看起来我们是非合作不可了。陈总，合不合作咱们单说，能先成为朋友是最重要的。别跟我说朋友，咱们先把这事说清楚。这事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老婆买包这事儿呢，我很抱歉，但包了钱呢，我肯定不能报。委托关系原理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基于委托与被委托人之间的约定，由被委托人处置委托人委托事务的民事法律关系。那你小婷作为被委托人，在执行你委托事务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，应该由你委托人全权负担。可是小婷买包这事已经超出了我的委托范围啊！哦，人小婷拿自己的钱买她自己喜欢的包，这人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要不这么处理吧，被骗买包，我一共损失了8000多块钱。当然，被骗小婷有一定的责任，所以我给你打个折，你只用给我5000。我知道你现在没钱，你可以向我贷款。贷款？希望我们双方公司啊能够尽快达成合作。梁主管还特地……特地给您找个代驾，您开车了吧？我看不必了，不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那我马上去安排。困难要面对困难，你不能总是逃避呀。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困难。
电话，改天我约你喝咖啡，好不好？王珊珊，改天啊，把我们梁主管叫过来。好了，我也好多天没见他了，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陈总，这个是我们崔副主管特意为您准备的礼物，您一定得收下。哎呦，太客气了，这礼物就免了吧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今天你和王小姐给我提的建议啊，比什么礼物都好啊。改天我请你们到家里做客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好，珊珊，送下陈总。好，陈总，不用谢。人家没收，拿回去吧。这退不了了，退不了就给我吧。正好，真退不了了。多少钱？一万多。一万多，五千，成交。被亏了。多谢啊。不客气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大南。见过，上次找你去。哦，那我再介绍一下这位孙强。也见过，熟。在哪儿啊？你们大厦健身房啊，缘分呐。那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但我们吃饭。我这俩朋友从小到大就这样。嗯，看出来了。红酒你也拿走。我们公司的免费饮料你也拿走，你真是占便宜没够啊！缘起是我，缘灭也是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咱们能凑一块吃饭吗？是吧？不是你们三个人点这么一桌子菜啊？他们这还是这为主，吃饭为辅。哎呀，我说你们银行也太铺张浪费了啊！今天是我自己结账好吗？那我得给你吃回来，要不然亏了。哎，崔副主管，今天这顿饭我来买单吧，谁让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呢？孙强，我还得感谢你。要不是你今天来救场，说不定我们领导又得逼我辞职呢。咱们是第二次见面，但两次见面印象完全不同。珊珊，其实呢，这个男人啊有很多面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，乐于助人、讲义气这些词，全是来形容我的。为兄弟两肋插刀，这是必须的。为女人插兄弟两刀吧你？你胡说！哎，你就拿前两天来说吧。在他们那个停车场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哎呦，20多个小混混围着他，拿着大刀片，要不是我，那是我先以一敌三，要不然你来的管用吗？是我以一敌三，我以一敌三，吃饭堵不住你们俩的嘴啊！什么小混混？就是凯润设备那帮小流氓。哎哎哎哎，凯润设备，凯润设备不是江总的公司吗？这哪天的事儿啊？上礼拜五。我头天买的新车，哎，想给他显摆显摆，这往地库一开，哎呦，就看着那帮人啊，拿着叮当就开始打。哎呦，你们银行真惨啊，一个电话没接着就有生命危险。你是因为没接到江总电话？哎，那帮人1米，知道？嗯，一米九。我结账了。哎哎，这，一米九多大个儿，倍儿壮，比我还宽。大棍子钉子打的哟，你没看那张脸打的哟。对不起啊，那天那个电话是我接的。没关系，过去。你把今天汇率差的方案做的详细，交到总行试一试。嗯。怎么走？前面那个红绿灯右拐，远洋天柱。你住远洋天柱？对啊。哦。知道我住这栋楼啊？我到家了。你也住这儿？啊，够巧的。是挺巧的。哎，你住的离公司这么近，还能迟到？天天卡着点到公司。我不就迟到一次吗？再说了，我刚进公司做的那么完美，哪来的进步空间啊？
那也对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这栋楼隔音好像不是特别好？我隔壁住了一神经病，天天都砸墙。是，是是是，我隔壁的素质也不高，大半夜经常放噪音。对啊。我觉得下次咱们应该找物业去投诉一下。好，就该行。杨主管给我们下发了三个重要的任务，其中第一个呢，就是你在啊，哎，要不你来。崔振，咱俩合作这么多年，你对我不满意，啊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每一个企业客户部的员工，何美丽，别玩手机了，听着，每一位企业客户部的员工啊，一旦遇到不良客户的威胁，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，要让我知道，明白吗？我还就不明白了，这凯润设备都一帮什么人呢？公然跑到咱们公司的地下车库威胁恐吓咱们公司的高管，到底在谁的地盘啊？这有没有王法了？这个是谁告诉梁主管的？我们都是为你好。多亏了珊珊呢，要不然的话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。梁主管，我确实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思，但是那天在地库我确实是以一敌三，我受点伤吃点亏没什么，企业的问题解决了。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因，就是想维护咱们企业的形象。崔副主管，你完全没必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咱们现在这个社会邪不压正，我已经去大厦保安部把那天的监控录像给调出来了。哦，不用，有些事情完全是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看报警之前啊，咱们先看看啊，看看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来。坐。
设备的事儿，咱就到此为止吧。啊，以一敌三。其实生活还是挺美好的。开心就好啊！强子，哎，今天还有点事儿，要不咱改天再聊。哦，不是，陈哥，那公司又新进了一批酒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看看啊？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机会。不是，陈哥，这批酒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口感比以前好多了，但价码一点都没变。问题是我这还有大批存货呢。那耶！哎，不过陈哥，你看你这么大的酒店，多存点货吧。行了，不打。哎，陈总，抱歉，哎呦，来晚了。你看看几点了？等你多长时间了？快走走走。哎，好。喝点啥？哎，庄总，晚上我订了一家淮扬菜馆，非常不错。咱俩啊，一定要好好喝一杯啊。顺便把我的酒的事儿再聊聊。你的事儿那不就是我的事儿吗？啊，你那酒量我哪赶得上啊？陈哥，强子，你这。还没走啊，咱改天再聊吧。这杆儿你就晾那儿就行了啊。啊，好好好好，不送了啊。哎，见利忘义的孙子。喂，三哥，是这样的，我正在筹钱呢，你给我两天时间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三哥，就两天，好不好？哎哎哎，好嘞好嘞，谢谢三哥，谢谢三哥。咱们公司和陈总公司的贷款合同已经签下来了，这次是王珊珊提出的欧元和人民币组合贷款，巧妙地契合了客户的需求，达到了共鸣，值得表扬。恭喜珊珊！啊，两万二，这可是我老婆花五万多买的，怎么着也值三万吧？我们是根据二手市场的行情对您的物品进行的估价，如果您觉得价格不满意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。成交。您在这儿签个字吧。要不您数数。不数了。哎，三哥，我钱凑够了，晚点我就过去。我吃好了，我还要给崔主管送资料呢。拜。珊珊。今天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，给你接个风好吗？好啊。哎，那你别忘了把大家都叫上，不过千万别叫崔副主管，咱们和他气场不合。其实我是想单独请你吃个饭。没事儿，我做东。我今天晚上正好没着落呢，要不咱们去吃火锅？爸，这是赛车，改外皮儿没用，得改内脏，懂不懂？是他吧？爸，你发财了。爸就做了一个小小的金融生意。吓叫我！哎，不行不行，儿子，这地下这么脏，儿子，咱回家玩去啊！爸，儿子，知道怎么跟你妈说吗？知道，现在在面前显摆显摆，等他问的时候就说这是老爸攒钱给买的。聪明，走，爸，我开我的豪车。咱们上三环上兜一圈去。妈妈的才是豪车，好吧？
你别小看爸的车，我告诉你，等爸爸参加比赛时，你就知道爸爸的车有多棒了，我都背得来。嗯，爸，我什么时候能开正车呀？等你长大了，爸爸一定亲手教你，把你培养成为世界一流的赛车手。真的？爸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不是善意的谎言。不是，你这都跟谁学的，儿子？喂？喂，强哥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在外面呢。啊，你说。一个朋友托我从您这儿订一批红酒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现在。啊。去吧，进去。那你辅导课怎么办？喂，强哥。行，那咱在哪儿见面？呵，可乐里还放糖呢。哥们儿的孩子。阿姨，阿姨好，你好。我呢，平时有个爱好，就是没事的时候呢，喜欢去看看孤寡老人呐、啊，或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啊什么的。强哥，你人真好，能认识你真幸运。哎，彼此彼此嘛。倩倩，刚才你在电话里说有个朋友要订红酒，这次要订多少啊？啊，我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待会儿去问他。喂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，吃饭呢。这么早吃饭了？你跟谁啊？在刘家火锅店啊，跟那个崔振、大南，我们这。哦，老刘火锅店。我离你那儿倒是挺近的，我现在去找你吃饭啊。等我啊。坏了。倩倩，嗯，这个不好意思，我得带他先走。啊，强哥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对呀，强哥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妈给我打电话找你爸，我说你爸在火锅店，你妈现在去火锅店找你爸了。那就让他去呗，我们去上辅导班，哪敢去吃火锅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得带他去辅导班。不好意思，倩倩，咱们改天再聚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你要耽误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的教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强哥，你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谢谢谢谢，那打电话。啊，好，再联系啊。喂，哎，对，马上来老刘火锅店，冯晶晶去堵我去了，我马上到。我一会儿要去接豆豆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我这个月还得住你家。强，哎，大南，快到老刘火锅店救个场啊！我离得远，你们去了先吃啊。你又干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我怎么老干这事儿？不是我，那你还钱吗？哎呀，好说好说，哎，你先去啊。哎，哎，吃了有一会儿了啊，静静。哎，我们家孙强呢？去洗手间。洗手间我刚去过了，不在啊。其实孙强这个人挺仗义的，没准帮我们结账呢。那我去前台找他。哎，老婆，对，拿酒去了呀？那真是。啊，对，那个大南说这酒贵，我去车上拿酒去了，跑得快了点，因为怕他们把肉全吃光了。哎，老婆，这家肉特别好吃，坐一块吃点吧。不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我就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。今天晚上12点前回家。哎，行，放心吧。你不就在附近吗？要晚上我接你去呢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管好你自己。走了。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残废子。哦对了，给你们加了一份羊肉，怕你们不够吃，账我已经结过了。孙强，好好感谢一下你的二位兄弟。走了。最后一次啊！好让我们拉你一块儿骗你老婆，你知道我有多忙吗？我还得接孩子呢，这不事出的太紧急了吗？我这一紧张，能想起来只有二位，所以说二位，你们才是我生命中真正可以托付性命的朋友。你的命我可不要，待会儿你把我车油加满。刚才我这一路来的时候开了4000转，我那车开4000转多费油呢。哎，再有。你那个分期付款这月开始生效了，
丹丹，你看，别提钱，提钱多伤感情啊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你的账我记着呢。你说这怪我吗？那都是他逼的，那谁让我摊上这么个老婆呢？你这老婆怎么了？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！我告诉你，人家的房子你住着，人家的钱你花着，没事还请我们哥俩再吃着饭。大了钱大灯，你都难找这样的傻老婆。我刚才他老婆那气势真是吓人，我看着他老婆，我总是有点犯怵。你看了吗？紧张。你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冯晶晶不是一般人，我天天提心吊胆的。我告诉你，我那日子过的纯是水深火热。哎呦，你真惨！老实交代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哎呀，我过两天不要参加比赛了吗？我那车急等着钱改装呢，没钱怎么办啊？我到处卖红酒，四处奔波，快成了卖红酒的小男孩了。你那车不改装完了吗？不是，那是缓兵之策。我把我那两块那个浪琴的情侣表给当了，换了2万多块钱把它改装了，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我早晚得把它赎回来啊。不是，你现在带那什么东西啊？浪琴呢？哎，假的，网上买的。哎，以前我觉得我只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帅。现在我觉得又多了优点，就是聪明。怎么样？这人谁啊？你跟他熟吗？看着眼熟，不敢认。把你们家的公有财产变卖了，钱装自己兜里。从金融角度上讲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啊？洗钱。真的？刚才那位女士给您加了盘羊肉，给您把火点上吧。嘿，没事，他没注意。你好，这是你的百家格朋友，来吧，再喝一个。这是最后一瓶了，真的不能再喝了。这是最后一瓶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啊，那么不能喝啊？早说呀，早说我就不怪你了。平时我不怎么喝酒，这不是今天给你单独接风吗？只要你高兴就好。嗯，小伟，你人真不错，老把别人的快乐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之上，哎，真不多见了。你别看我平时话比较多，但是我心地很善良的。哎，能问吗？啊。你说你人这么好，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女朋友呢？这哦，其实我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。嗨，我这有合适的，我有一好朋友，特别文静，长得也漂亮，她下个月就从法国回来了，到时候我给你们俩介绍。我喜欢活泼一点的。活泼的我这儿也有啊。珊珊，你为什么老想给我介绍女朋友呢？啊，那不然呢？我给你介绍一男朋友。啊，珊珊，其实我觉得咱们俩挺合适的。我也是觉得咱们俩真的挺合适，当哥们儿的。这个月那个月供开始付。行了行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您好，是您预约的代驾吗？啊，没错，对，车在那儿呢啊。不管不管，吐出来就好了啊。没事。